我们写字一切都是从点开始啊，往上延长就是撇，往中间延长就是竖啊，往右变成捺啊，从上面一点开始到那个延长按一按拐过来，那就是一个弯口啊，往下到那个啊，按一按到那个时候按一按往上出，就是一个提钩啊，钩和捺都是从点开始。